就是一些初心者玩游戏的时候啊，都会有这个心态，就会想要一定要赢过别人，但是那个得失心只要我慢慢淡化之后啊，哎，你就开始发觉说，哎，游戏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不要太过勉强，哎，努力过后然后有成就感就不错了，哎，除非你是那种很百分之百要达到自己要求的那种，那个就例外了，哎，那个玩游戏就是那个应该是算给自己的压力吧。啊，这个没有对错可能。哎，每个人玩法不一样，哎，有些人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压力，有些人就想要轻松，有些人想要休闲，有些人想要跟朋友一起玩就好了。